你好，您好，我想裁一件新衣，准备出席一个婚宴，你可以帮我量量我的尺寸吗？好的，我马上替你量一量你的肩膀。嗯，我想要件那个一件衣服呢，是最好是白色的，然后是很高贵的，很长的。好，好，这样子最好有一些亮亮的珠片，这样子听起来非常吸引哦。那袖子呢？你要多长呢？最好是大概是这样子。嗯，好，嗯，请问大概可以什么时候做好呢？我们预计一般都会三个星期内就完成了，到时候我再联系你好吗？好啊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DDTV KPM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 DDTV， 我是微微。那今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是来自哪一所学校的老师呢？我们来看看老师的介绍片段。黄诗婷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。Hello， 微微好，大家 好，我是黄诗婷老师，来自雪兰莪州巴生家埔英华小学。嗯，老师，今天我们好像要学衣着，对吧？看到这边很多衣服，哎。对了，那衣着是什么呢？衣着就是我们身上的穿戴，服装的式样，包括衣服、裤子、裙子、鞋子和袜子。那这边呢，老师给微微带来了男生的图，还有一些配对的那个衣服服饰，对，还有女生和她的配对衣服。好，首先微微可以根据老师所设定的场景来配对衣服。好，那你看看这位小男生，他穿身上穿的衣服是属于什么形式的呢？我觉得是休闲的。好，休闲的这一套也是休闲的，我可以放上去吗，老师？好呀。这倒是休闲的衣服，所以你去公园的时候啊，还是你去可能去看场电影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很舒服。老师，我放上去好吗？好。好。那裤子呢？裤子啊，裤子我选同样色系的，也是绿绿色的。哇，可以吗，老师？配搭得很好哎。好的，那鞋子也要换吗？好啊呀，鞋子也要换。我选球鞋。因为就比较舒适啊，舒服啊。微微设想周到。谢谢老师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太棒了，微微，谢谢。这是休闲的服装，那如果要去上班呢，应该怎么配搭吗？配搭呢？你觉得这样适合吗？上班好像有一点不适合，哎，好像不适合。好，那微微，你可以从里边对试试看。有领带的可以吗？太棒了，微微，有领带的就比较适合上班了。是的，眼镜粘下去吗？你先把之前的那一套衣服拿下来哈，拿下来。领带，可是这样子搭配这个裤子可以吗，老师？感觉好像有点怪怪的呢。会是鞋子吗？鞋子的问题吗？我觉得裤子还可以，再试试看换其他款式的。这样子啊，微微看看有没有更适合啊？有裤带的这个感觉就比较正式一点，我换换这个。好，西装长裤。好。鞋子好像也要换了，老师是吧？是的，微微可以从那个盘子里面找出适合的鞋子呢。鞋子，我选这个，这个是，这个哈。我们试过了男生，老师，我试试看女生的服饰可以吗？好呀，好，微微，好，请你过来替这位女生也一样吧，你给她穿上适合上班的衣服。上班哈，上班就像我这样子要重视的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非常适合呢。好，这个上班的衣服，配搭裤子吗？我会觉得，我可以给他穿裙子吗，老师？好呀，我觉得裙子可以配搭看看。为什么他粘不到呢？没关系哈，没关系。我穿裙子，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吗，老师？你觉得？微微觉得如果适合的话，也是可以，但是老师觉得最适合还是配上这个西装裤子。微微试试看好吗？好啊，我试试看。好，配上西装的裤子。这个好像不粘贴。裤子没关系哈。好，
好，配搭西装裤子这样会不会比较适合呢？感觉更好看。耶、yeah, 好吧，那诶鞋子还没穿上呢。包鞋。Yes。选包鞋，好。这个啊，去上班。老板看到也很开心。耶、yeah, 穿可以吗？穿着很漂亮，非常棒。谢谢。好，那最后老师想考一考微微，如果是下雨了怎么办呢？要穿什么好呢？如果我们没有带雨伞的话，要雨衣啊，老师。你太聪明了。 对，好，那你选一选雨衣。哎呀，这个雨衣，下雨天尤其是最近常常下雨，我觉得要穿这个雨衣。好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哈准备雨衣，可以放在汽车里面，还是放在我们的手提袋里面。这样子可以。好，那他的裤子呢？雨衣的裤子呢？哦、那个身体啊、没有湿，那裤子湿了怎么办啊？有裤子的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如果跟他套上雨鞋呢？啊，比较适合啊。对对对，都是黄色。对了，配搭一套的。好，黄色。万无一失了，不会失了，好棒哟！那女生也一样哦。下雨天的时候，我们要为这位女生穿上雨衣，赶快，不然下大雨了，淋湿了。要快，动作要快，要快快快。好，雨衣，然后裤子，然后雨鞋。OK， 好的，这个拿走，这样子吗？对的。好了。好啦，我们都完成了今天的这个服装，该怎么搭配？微微好棒，是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学过了雨衣啦，还有去上班的西装啦，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休闲的衣服啦。然后要学些什么呢？稍后我们再继续聊哦。